今日大年初五啊，平日嚟嘅，喺河背村出發。嚟到呢度见到个渔护署个牌啦，就咁直上去就系啦。嗱，我呢个唔系林郑口罩嚟噶，呢个系 Uniqlo 嘅 Aerosol， 惊费事有人误会。啊，到啦，入口其实行由落车到呢度行上嚟，我谂都系十分钟啦。去到第一个分叉路口，右手边上水塘，左手边就去一个叫雷公石，咁入咗嗰边先，因为睇下条瀑布仔。有个小瀑布，呢、这个基本上就是上面河背水塘啲水落嚟嘅，其实好靓啊！咁过咗条桥之后，呢度有条小路，其实可以落桥底，就可以去到瀑布边嗰边影相嘅。系啦，呢度桥底，哇，好靓啊 ！I G 位啦啩，呢、这个好靓，好靓，好靓，睇下几靓，哇，好靓啊！影完瀑布就可以开始上水塘，要下一个斜路仔。上到嚟就嚟到水塘位嘅位置啦，有个青协嘅，有基隆庄，有嘢卖，有啲菜卖。咁跟住就。继续向前行。好，嚟到水塘啦，睇咗个水坝先啦，呢边。行完个水坝就开始加乐径，新春行大运。呢个位好靓喎，呢度应该可以去影相位嚟噶。沿路其实系好多啲路咧，系人行出嚟开出嚟路，其实可以留意一下噶。行落去其实诶，应该就系可以影到啲好靓嗰啲背景。水塘景啊，嗰啲咁样嘅，好似呢个位咁。
行到嚟见翻呢个牌就系另一个出入口，咁即系代表啱啱行晒一个加乐径一个圈。完，咁就可以去翻原路。头先我转入呢度，入去 S 型堤坝啦。咁但系我哋今次呢度就，头先我哋喺呢度上嚟，咁就完晒成个一个圈啦。呢度都真系几老有含义嘅，你睇下，老人家都行到。好啦，行完啦，呢度真系老有含义嘅。几好行，只不过系一开波要行条斜路，嗰度辛苦少少。咁但系沿途就兜圈嘅啫，咁同埋好多树，咁就好阴地，咁系几舒服。中途有一两张台，同埋有啲凳俾你休息，同埋好多小路嗰啲避道咧，系俾人行落去影水塘边嗰啲景嘅，几好啊！隐世水塘，河背水塘。